然后我现在搅这个是干嘛？对啊。夏娃。马吉尔，你现在是马吉尔。夏娃很强吗？没进啊，再掉不下去。他这里是击倒敌人获得。获得血的能量。啊，我还可以升级吗？要没有了。我在暗夜三下。还有。还有，好，没关系。变四级了吗？嗯。哇，那服装也变了嘞。仓库都是服装。仓库看一下。看你要装什么？看要戴一个墨镜帅点。等一下，这个是帽子吗？哦，是这样。戴墨镜看。哦，好，啊，这个脸型，脸型就只有一个可以选。对啊，脸型，因为你还能得到服装。哦，这衣服可以换了。不是，很帅耶！看一下那个。五朵有24小时，三天就是没有永久。五朵都没出现就是永久。哦，那、啊、接着。嗯。然后收藏品这些的话，就是飞的那个滑翔翼那些。啊，这个用一次就没有了吗？没有啊，都有啊。啊，为什么有等级三啊？我今天88是等级三。88。二级八，啊，我现在是几级八？3级8。啊，为什么有3级8？是他送我的。每个人都有啊，就送你一个。嗯，对啊，这个嘞。然后就死掉了，你死掉了，他就会。人家就会捡到这个啊。人家就会从这里面捡你的武器、钱包。啊，这个降落伞预设。对啊，这个降落伞。然后再有飞行器，你没有飞行器。啊，这个是滑板，滑板有。啊，表情。你的表情，现在没表情。车辆哎、欸，这车辆你没涂装，但是你有这些车。哦，我的资源包下载好了吗？那有心理上。你看我的段位现在是哪里啊？怎么看？段位就看这里。你现在青铜一，因为你这个要等到20等。我看一下我这个位置。青铜。所以我现在是青铜一。按这个吗？按这个青铜鱼，我、哦、按住青铜鱼，青铜鱼是最逊的。嗯，然后我这个是我的 ID。嗯，是你的名字 ID 这个 UID 的名字。哦 ，UID。啊，我、哦、这里是我的社交风格。嗯，欢迎订阅兔宝宝，我会不定时上线分享游戏影片。然后这个总览是什么啊？总览就是我。总览就是你打的战绩。那、哦、我现在有什么战绩都没有吗？我都是零。你有经典模式，你有打双人，所以你的击杀死亡率，可这叫 KD 7.00。然后这是前五名的几率100%。怎么前五名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定会前五名，所以你100%。我、哦、这个是小姐。小姐姐。哦，小姐姐不要，我在拍片，你不要传过来。好，我先把它拒绝。那就按叉。好，那个平均每场移动距离是什么？就是你移动的那个距离，一直跑。是、啊。对。杜宝弟为什么这么厉害？哎、啊、哎、啊，我们看一下我的好友，我好要怎么看我的好友？就按这里，有这两个人的地址。我、哦、只有两个。对啊。那小姐姐是什么啊？她在组队啊。他现在在组队，对。然后我现在连线中。对啊，你先走啊，你的档案呢？我看一下。你的名字叫什么 ？NS 恐龙。NS 恐龙啊，你的段位是哪里？这是什么？传奇五颗星，有五星。传奇五颗星啊，啊传奇、欸。然后这是印记，传奇有三座传奇的印记。哦，你这么强啊！然后这蓝色的是宗师印记，是啊，就是在更高段位。嗯，是啊，嗯，好。然后嘞，然后你这个嘞，你这个等级是几级啊？等级是几级啊？62级。62级啊？还有什么啊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杜宝地过来，还有什么啊？然后还有就是 ID， 这是战斗。还有什么、啊？
还有一个铜牌，就是有上过两季的。然后铜牌传奇十五颗星。哦，你传奇十五颗星很强吗？嗯。然后你的战斗风格为什么是这样好玩？小兵好玩最重要。那巅峰的是什么 ？SL8。你这么强。然后这个是玩的那个。哦，你的这是你的这是你的数据啊！我玩的2367场。喂。然后经典牌的话就看这里。哦。然后这是击杀我杀了5324的胜利次数260。喂。然后就这样，前三名次数有714次。哦，好看一下小姐姐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小姐姐。小姐姐的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黄金 ID 啊。嗯。那、啊、这個、ID 怎么公公起小小琳啊？怎么练啊？十五岁。哎呀，这个是什么？三十。这个叫徽章 A O Pass， 我也有。啊，徽章这代表你很强啊。不是每个人都有。然后这是新出这个新的 EP。对。然后这是之前的。哦，好。OK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是小姐姐的战队。我们今天先玩到这样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